哎，志尊，这样，隔壁班有妹子找你，谁啊？金宇，听说你很会玩什么，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组队呀？那我看一下你现在队伍长怎样。嗯，你的水队其实还蛮完整的，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两张卡片啊，换成其他真伤卡会更好。那可是我觉得这两张卡片很可爱，我想放。哦。欸，金宇，快点帮我过七封啦，我已经死到快怀疑人生了。安娜，老样子，打完后请你喝饮料。不，你看一下我桌上那什么。哇塞，也太多了吧。不然换鸡排好了，反正你也吃不胖。好不、哦？子川，怎么又怎么的？不是 啊，我每次打几排之后伤害总是差一点啊，每次那个王冠都给我压血。你有叠珠吗？哦，叠珠？那是什么？来，这几张图片给你，之后你开妲己哦，就照着上面的牌就对了。哇塞，双子压血队也太强了吧，三巫开下去伤害有够高的，搞不好之后是压血队的天下也说不定啊。子川，刚刚听到你们在聊什么压血，难道附近有好吃的鸭血哦？不然我们今天下课一起去吃啊。嘟嘟嘟，早餐要吃什么好呢？妈，先来打轮回拿个灵魂石好了。请问是子川学长吗？对，请问你是？我是系上的学妹啦。那我有件事情想要对你说。哦，请说。那可不可以等到中午的休息时间？那地点就在花圃旁边的那台贩卖机前面。要等到中午也是可以啦。那我吃饱饭后就去找你。长，我估计又是一位要我帮他打三封的人啊。毕竟这个礼拜三要开放奥丁的地狱级嘛。算了，就当作是做点善事吧。哟，学妹久等啦。不会，我也刚到而已。你要讲的事情我早就猜到啦。拿来吧。你不是要打三封王吗？再不快点就要午休咯。学长，你到底在讲什么啊？你不是要我帮你玩神魔吗？他怎么突然走了？可能是中午吃坏肚子了吧。子川，那群人你认识吗？都是要找你的。我看看。那群人不认识耶，是不是找错人啊？我去问问好了。请问是？你就是子川哦。对。我是楼 X 班的啦。最近哈，我们班的人啊常常跑来找你。他们都说你的神魔很厉害。我就想来看一下到底是多厉害啦。没有啦，也一般般而已。来，你少来了。来，你手机拿出来。我看你玩几天跨力瓦高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开给你看。500多天呢。不就好厉害。玩久也不一定很强啊。我100多天六封还不知道过。我主线全过了，而且我12宫也打完咯。屁嘞，我看一下。你看。学长好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我是隔壁班的啦。听说你们班有很多人在玩神魔，所以就想说来认识一下，顺便加个好友。哦，好哦，没问题，坐，里面请。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……等等，你的大名我早就有耳闻，我对子川嘛。然后第六排第二位那个是水队的阿翔，现在进教室的那位是暗队 B 哥，木队凯哥呢，我刚刚在福利社有遇到。至于光队的小杰，现在正在边上厕所边玩神魔。兽队阿华正在吃……停，你对我们班也太了解了吧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隔壁班的小高啦，因为我也是玩火队的，所以一直很想认识你。早说嘛，原来也是火队玩家，那以后就请多多指教咯。火队小高，彼此彼此，火队子川。像这样的群让我苦恼，总一个人又哭又笑，以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。滚，